谢谢，你没事吧？ 你怎么了？考试成绩不好。没考及格。没拿第一。高中生嘛，班上那么多同学，没有拿第一，拿第二已经很厉害了。不是说没拿全市第一。 弟弟，真厉害！哎，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呀。不像我，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。嗯，怎么了？我。 没事，谢谢你的三明治。不客气。我站在舞台上，轻轻的歌唱，歌声点亮了。 一片海洋，望着陌生的、熟悉的脸庞，满眼都是漂浮的荧光。姐姐，你唱的很好听。